鱼头粥，潮汕人食夜宵的不二之选。新鲜草鱼，去鳞切块，混合生姜、香菇等食材，放入锅中煮至半熟，加入米粒熬煮入味，最后撒上灵魂胡椒粉，挤成一碗鲜香鱼粥。鱼肉紧实嫩滑，鲜味十足，还可搭配一味炸鱼片，鱼肉切片，用胡椒粉进行腌制，裹粉后入锅油炸即成，爽脆酥香，炒鱼皮也不容错过，软韧弹牙，望老街巷，食人间。